今天的戏，秀秀老师的台词量是我两部中击笔记的台词，就今天这一场戏。今天你就直接，今天我一句话不讲，直负责泡脚，给我准备一个大西瓜，我抱着就直接吃吧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一场。你这以后就不用筷子，直接用手。 一二三，放！对，我还挺喜欢吊威亚的。导演为了争取时间，说你要不要吊，我说我要吊。一二三，放！预备，一二三，放！拍武戏。带了。